大家好，我是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 3.0 卡池爆料 2.65 大顶级主流配对出炉。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3.0 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其中新五星角色分别是黑塔、SP 和物理虚无、康斯坦斯。 3.1 卡池预计就是十星十人中的珍珠和罗斯姑母，珍珠颜值上应该不会差，也是 3.0 唯一的召唤无奶。 3.2 卡池则是冰毁灭阿格莱亚和量子毁灭侠蝶。阿格莱亚算是 3.0 过渡角色，除非你 box 里有高金队伍应对膨胀，不然他基本是你必抽的。侠蝶则是一位双形态的少女，生命倍率烧血体系，主要是护拐和联动充能，后面的思路大概是一个大版本一代神，不想入体系的也可以当一整个大版本的老玩家。截止到 2.6 版本，以上是五大顶级配对，也是目前玩家主流的配对，强度、泛用性、保值率也极高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box 组成体系对。